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拿到那边，他也必拿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如果我们要用神所安排给我们的出路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呢？因为我们成日都以为神安排这条路，安排这条路，安排这条路，那我们就觉得是啊，神安排这条路，因为在一个困境当中你安排这条路给我们嘛。其实错，你听神安排这条路给摩西是为了等摩西更加似神。所以神为我们安排一条路的原因，不是因为他都是被动见到你有个这样的人生安排这条路等你可以逃避，不是啊。因为你的人生当中根本没有偶然，只有必然的嘛。咁所以既然你人生当中冇偶然，既然只有必然，咁你有冇谂过点解你有咁嘅人生呢？点解你有你一岁遇到嘅人生，十岁遇到嘅人生，二十岁遇到嘅人生，你有冇谂过呢？那个当然既然唔系你安排嘅话，那个既然又唔系偶然嘅话，咁那个必然系神安排啦，系咪先？第一唔系你安排，第二唔系偶然啦，咁所以一定系必然。咁必然边个安排？咁一定必然系神安排。咁你有冇谂过神点解必然安排一条咁嘅路？由开始至结束必然安排晒呢？譬如日华肯定，而家你睇我一生平文化密码证明，我由出世我阿爸我阿爷佢哋嘅背景至到我今日，係咪必然係神安排呀？但係有冇諗过，既然神咁安排我身上，佢想点呢？佢其实想我用我嘅方法喺佢安排嘅路当中认识安排呢条路嘅神。因为原来这条路是能够给我认识万能的神、全能的神的某一个细点，但这个细点都要用一生才了解的神，要用一生才得这样。所以你们的人生都是这样，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尽责尽力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同一个充满逃避和贪心的去面对的人生，完结了之后，那个人只认识他选择那条路的那个爸爸，就是撒旦。但如果你在神安排这条路当中，他必然是他安排的路当中，你尽力去活的话，那你活到十分，你就认识十分的神。如果你活到九十九分，你就认识在这条路当中九十九分的神。但当然神最希望你活到一百分或者一百二十分，是不是？那这个我们应该这样去看人生，应该这样去演绎和看际遇。因为我有机会介入很多人的人生，有机会去了解和帮助他们度过你人生，有啲甚至已经结束咗添啦。即係等于权威，佢今日由开始侍奉全职至到佢结束嘅人生，我喺旁边亲自经历、亲自辅导、亲自同佢合作，係咪？喺个过程当中，我就了解咗权威有权威所认识嘅神嘅。虽然係同一个神，但因为实在太全能、太伟大啦。这个神可以设计咁多嘅人生，设计咁多嘅职业，设计咁大嘅社会同埋世界，所有嘅万物都系设计，就係让每一个拥有天使都冇、蜗牛都冇嘅一个机会。那个机会就係我哋可以喺认识神当中，既然认识，你选择佢嘅形象。记住，你可以认识神嘅形象，但係真正选择有佢嘅形象嗰个都系你。明唔明啊？即係换句话讲，个医生佢係会有个机会选择咗某一部分神嘅形象呢，係一个 mechanic 永远冇机会选择到。一个教师永远冇办法选择到，一个学生永远冇办法选择到，只有呢个医生佢认识咗神嘅某一方面形象，然后作出选择，佢先至可以拥有呢一方面神嘅嗰个形象。譬如好似我身为一个牧师，我喺人生当中咁多嘅历练，只有我先至可以认识某一啲神嘅形象，而我喺嗰个过程当中，亦只有我，唔系可以你代我去选择，只有我自己选择喺认识咗呢个形象当中，我选择用这个形象去活着，选择用这个形象去面对我的问题和困境。只有我才可以为我自己作出这个选择。因为为什么？这个是神为我而设计的一个必然的人生。而那个人生是为了让我去更加似神。所以我如果这样看的话，摩西是活在神所为设计必然的人生当中。因为十灾是一定要出现的。Plan X 一定要出现的。这个的会幕一定要出现的。不过神拣了摩西，个过程当中让他经历一个神为他预备必然的人生，让摩西作出的选择，在某方面选择了神的形象在身上。所以变成我们尊重摩西，我们看回圣经里面尊重摩西，是尊重他
拥有神形象嗰个特质嘛。我哋看佢系一个圣人，系咪？我哋看佢系一个先知，系因为点解？因为似埃及人啊？唔系啊，系因为佢似神啊嘛，系佢喺同神接触嘅过程当中，佢越嚟越喺神所为佢预备人生当中咧，佢越嚟越成长啊嘛。佢原来喺嗰个过程当中，佢似翻我哋所讲嘅传说当中、圣经当中嘅摩西啊嘛，系咪先？所以呢个系佢嘅人生。咁点解我哋话我哋唔能够有第二个摩西、第三个摩西？因为点解？因为我哋冇第二个摩西嘅人生被神设计出嚟，冇啊！只有摩西嘅人生系被神设计出嚟，让摩西自己去经历。而我哋有我哋自己人生，让我哋自己经历，系每一个都独特嘅，每一个都系唯一嘅。而呢个唯一当中，竟然好多人个个都放弃呢个唯一，个个走去学魔鬼。哇！呢、这个人贪心啊就得啦，啊嗰、那个人呃人啊就得噶啦，我哋个个学佢啦。喂，你自己有一个唯一嘅人生，系天使都羡慕，蜗牛都唔可能想象。你放弃咗佢，走去学一个最普遍、永恒当中都后悔嘅一啲做嘢法。呢、这个做嘢法就 skip 咗你自己嘅呢个所谓人生嘅健身房，你就走翻出嚟。你自己嗰种嘅糟蹋程度咧，嗰种嘅永恒里面嘅后悔同埋罪疚，系永远都冇话弥补得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嘅信心少，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拿到那边，他也必拿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俗世情上幻变，总有泪水飘浅，唯独神王乐结伴相牵，愿意全情奉献，结起俗世愿跟我主相连，为神立志心精健，苍天大地如旧衣笑化幻似烟，千古只有上帝不变，神可谓信实不会变迁，显心恩千遍，人生对错或有纠缠，神话语在我心印现，神可谓信实历年眷念，默默陪伴身边，谁念我神会分了伴随，至少将我见摇动心弦。